来，各位大家早安哈，大家早安。在今天呢，我想今天的晨晨财经晨光约会呢，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美股。昨天你看到美股哈，昨天的道琼又跌了396点，很明显的道琼。如果你每天在追我直播，我一直跟你讲哈，道琼在26300以上，26300以上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有一个跳空缺口，那这个缺口呢，基本上在过去一整个月的时间当中呢，有没有回补？都没有回补。每次来到这边就怎么样？这个近观情却哈，这个观什么观？就是缺口。这个缺口呢是在6月11号，6月10号这一天一个大量，再来一次6月11号道琼有一个大量跳空，然后收长黑，接着呢在这个6月19号也一个大量，也是一根黑 K。那一天6月19号也是要往上到26300以上，也是没有办法上去。再来一次，在6月26号也是一个大量黑 K 但是这个大量黑 K 它的高点是在25641，那这个25641这个地方基本上它在这几天有在站上去了。那换句话说，接下来是6月19号跟6月11号这两个的大量，它必须能够过去。可是你回过头来看，在礼拜一的道琼的大涨里面，它的量并没有出来，量没有出来。再来，昨天的下跌呢，昨天的下跌其实又把昨天的跳空给吃掉了。然后呢，昨天的下跌的内容当中呢，成交量又比怎么样？比礼拜一来的稍微大，很明显的哈，因为美国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并没有办法让道琼可以稳稳的在能够回补这个26300的缺口，所以短时间之内呢，这个26300的这个缺口已经变成道琼在这边的一个关键点位，我想他已经一整个月了都没有办法过去。那不排除道琼他有可能的今年的高点，也许他就是在这边做震荡，他也许不跌，可是可能上去的关卡也会比较重。那但是呢，你反过来，反过来看纳斯达克的部分，纳斯达克反而怎么样创波段新高，我们看到很多科技类股基本上都创新高，但是呢，纳斯达克虽然创新高，我还是要提醒各位的是说，纳斯达克其实在2月26号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量，这边的成交量有 2.67 个 billion， 这两天的高点，就是礼拜一创新高，一个跳空往上，高点是在10462，昨天盘中再创新高，收盘下跌，还在守这个缺口。所以科技股呢，就现在来看啊，因为科技业本身比较不受疫情的影响，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中已经离不开3C，特别你离不开笔电、桌上电脑、手机。好，那当然后面的动能是在于 5G。在后面的商转催化这些科技股、半导体类股还有机会往上走高。那回过头呢，我们来看一下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哈。费半昨天下跌 1.32、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费半基本上跟纳斯达克的走势是比较像的，而且它目前也是在创新高之后呢，在高档这边做震荡，它的走势跟我们台股、跟我们的上柜指数也是比较类似。那我们昨天的台股一开盘来到高点之后，台积电遇到前波高点一样遇到压力，所以你看到昨天的台积电外资持续站在买超，你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盘，或者今天没晚上就是美股拉回，那你想说今天大盘会不会拉回？我还是要告诉你，今天大盘的拉回你不要太紧张了，因为接下来下礼拜
又是遇到期货结算哦。这礼拜下礼拜的期货结算就在15号。那目前整个外资手上都是多单，我认为行情也不会在这一两天立刻就走空，好，立刻就走空。那对于你发现，其实最近川普的声音已经非常小了，因为他现在又想要去对付中国，然后他现在选举的选情又告急，所以我倒认为他现在应该是在捉襟见肘，想办法要让自己能够连任胜选，所以在美股这方面我认为倒是没有让他跌下去的理由，除非他来一个狠招啦，狠招就是干脆股票就放给他烂，然后当中再去做一些威胁恐吓的言论，有没有办法这样拉回选民的信心，那这也是有可能的啦。不过在这边我们就不做这个假设，反正整个行情现在走的是无上限 QE 的资金行情，股票如果有高出低进拉回，你就是可以再做回补的动作。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的道琼费半还有纳斯达克，我在边已经跟各位稍微做一个说明。回过头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指数，再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哦。我在昨天的股海大丈夫节目我有大概跟各位解过了，昨天虽然是高点有量，而且2700亿的量，亲爱的我告诉你，2700亿的量不是一个爆大量然后结束的量，因为我已经跟各位解释过，最近的量是慢慢的增加，2700亿的量你只能说遇到前波高点然后有卖压，好，那卖压在这边会一个震荡再换手之后就会再上了，所以我不认为这波的行情到这边就结束，虽然股东会好，虽然除夕陆陆续续都快结束了，但是我认为这一次跟往年不太一样的是，过去的行情会走到除夕完之后就结束，是因为通常业绩已经反映完了，但是我们今年台股比较不一样，是下半年有些公司下半年的营运还会不错，然后现在的疫情虽然感觉上没有一个得到有效的控制，可是其实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即使疫情在上升，那封就封，那也就是这样，现在的行情你已经不能去看基本面了，反而你要去留意有一些基本面好的可是公布之后不涨的这种，你反而要留意，因为它可能在之前就已经提前反应了，在之前就已经提前反应了，所以呢台股呢这两天拉回，我们现在其实离五日均线还远远的，五日均线在119925，那你去看过去这段时间其实都在五日均线十日均线在这边盘，那你当然说它跟月均线拉的距离比较高，就是11651有一段空间，但是以这一波的回档下礼拜又要结算，我认为它比如说今天的台股如果一个开低压到11925，昨天收12092，那离11925有100多点的差距，我认为今天就算往下压到12000以下的时候，你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一波就要结束了，因为均线都在下面，拉回打到均线这边是大家的平均成本价位，就有这机会在这边有一个回补的力道，或者有这边会有人在买进，然后所以呢这一波你只能说昨天的回档是涨高正好遇到前压，然后回档你可以再怎么样再来做低接，那当然你在操作上面你遇到压力卖 OK 啦，只是说拉回你可以再做买进，不必说如果你短线不会很会做，那当然你就抱着，可是如果说你有做一个高出你低拉回你可以再做买进，目前加权指数的 KD 是在高档做钝化，那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嘛，只要钝化没有结束，昨天即使是一个黑 K 可是其实 KD 还是在80以上啊，那我说它在80以上它基本上行情就还会再创新高，那这一波你看到整个行情除了道琼以外我们台股也是怎么样陆续创新高，那反映的就是我们台股的这个产业面我们的这个经济面相较其他国家都还要来得强，还要来得强就会吸引国际的资金往台股走，所以这段时间台币
不断的升值，也是因为国际的热钱一直进来。我们台湾目前的整个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基方面各方面，都是算不错的哦。那这一次防疫也是国际间的一个标杆哦，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目前这个利多，没有利空啊。我跟你讲，我们的利多还没走完啊。好，那利空已经过去，那利多还没走完。好，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 IC 设计类股都什么千金，甚至细粒要上看2000，类似这样在的高价股在喷，表示市场的资金是非常热络。所以如果这些高价股并没有做比较深的回档，你不要认为说这一波行情已经走完了，已经其实见回不回了，见回不回。好，那你去做价差，如果你不是手脚很快，高出你立刻可以把它买回来，你以后很有可能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再被嘎上去。好，所以现在你要留意哦，不要被嘎空手，或者说你卖了之后就涨上去，你又不敢追，然后就 一路看它就一直往上。好，来，好，所以是台股的部分，加权指数是这样子啊。那我对于上柜的部分哦，我的看法也是一样。那其实在上礼拜我就特别有针对上柜的量拿出来跟你讲，因为在7月一开始，我们的上柜的量从5-600亿 一天的成交量5-600亿，一下就开始到800亿、900亿、1000亿，那昨天的量有来到这个1000亿上柜。那上柜的量会来到1000亿呢，基本上我也跟各位讲，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是在金融海啸在08年那时候都 还不见得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行情哦。好，现在你在这个2007年这边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它的一周的量，好，一周的量，然后跟它这个一整天一个月单月的量，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说我们上柜的行情其实在从这个2017年开始，其实成交量就非常活络了，而且是比过去都还要活络。所以我们的指数我们的这个上柜指数基本上2007年的高点是在239，现在呢我们的指数高点在哪里，才在170而已哦。所以后面其实还有一大段很大的空间可以再往上走，往上走哦。所以这个是上柜的部分，那我认为现在散户也回来了，上柜的指数通常很多是中小型股，所以这一波其实行情会非常的热，非常热。刚笑脸是谁在贴的？为什么？为什么会笑一下？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工商财经，已经35分了。今天的头版在今天工商的头版是关于生技条例要再延10年。那生技条例要再延10年，这个是对生技产业的这个利多，对生技产业的利多。那另外呢，在证券头版是关于郁金光啊，郁金光六月营收今年最佳，今年最佳，等于说，他在这个过去这几季呢，因为他厦门新厂八月也要全线开工投产，所以外资目标价会喊到980。郁金光其实这一波你在看光学股，他感觉上有要跟这个大力光做比价的空间，那主力也都没有走，所以郁金光的筹码又相对稳定啊。这一次你敢做，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拉回，你是可以考虑。那另外呢，关于创意第二季获利年减，创意第二季获利年减60%，每股的净利多少？0.27，每股净利0.2，创意哦。第二季，年减60%，每股净利0.27，我不晓得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获利，然后现在股价突然这样急拉到300多块，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想啦。那我是觉得买这种股票不免会胆战心惊啦。那你当然你有跟上这一波有赚到固然是好，可是你看到它的净利这么差会有点傻眼，这就是为什么说四星这一波飙得比创意还凶，就是这个道理。那我是觉得创意这样的价格，大
当然也许法人会继续去炒作，可是至于你看到这样的获利你要不要跟哦，那是另外一回事的。我是觉得股票太多了，不见得需要这样去做，好吗？你一直你的投资里面，你必须要稳稳的哈，稳扎稳打，把你的财富累积上去，而不是说你去追这些股票，重点是有一天你要能够全身而退，赚到钱才算赚得到。那另外有关于国巨营收发威哈，国巨跟华新科，你看它营收在公布之前，昨天的被动元件就先动了哦。再来关于这个臻鼎 H1 第上半年第二季营收创同期新高，臻鼎今天要除息，那除的也不错，那我觉得臻鼎这一档股票，我们那个会员有，我们会员有，那我们昨天已经在除息前先获利了结了。来，再来，那另外一档股票呢是这个，还有提到旺系四月五月的获利赚盈首季，赚盈首季，还有关于这个鼎炫全年拼赚一个股本。那鼎炫这档股票昨天我们的会员基本上我们就是卖了臻鼎然后换到这个鼎炫去，我也不怕让你知道，因为昨天我在这个股海大丈夫里面有讲，那我们已经布局了啦，那今天也除息，这个除息五块我们就是跟他除了，而且我也看好他会强势填息，因为这个报纸写作全年拼赚一个股本。各位，我昨天跟你讲在前面哦，我昨天跟你讲在前面，然后这个记者我并不认识哦，那为什么我讲了之后他消息就写出来了，我会找他一步，为什么我也觉得我蛮讶异的哦。来，再来，有一些关于冷气机啊、睿智啊，做这个压缩机在大陆，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业绩会不错。这种你们参考看看，这种就是每一年有一个，每一年可能到夏天，像睿智这种做压缩机的、和联的这种做家电的股价可能也会不错。当然它就比较有季节性。好，那里面有讲到华通，基本上华通到了50块投信就开始卖了，所以50块以上的华通我就不建议你再去追了，50块以上的华通我不建议你再去追。好，我们很快看一下三大法人买卖超，我们要等开盘了。在外资昨天买超排行里面，你看台积电、联发科，它其实闭着眼睛买就是这些股票，还有鸿海87的亚德克 KY、 国巨、中华电、上营、创意。那至于亚德克跟上营，你要稍微留意一下，有的时候外资买的这个不是真的外资，这是大股东，他们有时候是做的比较短，至少过去这两个礼拜整个六月，我觉得在上营跟亚德克工具机的这一块他们是比较短线炒作，做一两天就卖了，所以这一块你倒是要留意哦。再来，联电、维新、联茂、瑞仪、南电、金策、易丰、世界，那世界是八寸晶圆的代工啦、啊。我觉得世界在这一块，它的接单也是算比较稳啊。就是说，如果你在半导体这一块，你代工，你台积电太高不敢买，世界先进你倒是可以考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投信买卖超的部分。在投信买卖超呢，第一大是创意，第一大是创意，再来细微。细微这支股票有时候也蛮会炒的，然后利基，细微跟利基都是涨停，晶圆电子、宏塑、联咏、力旺、群创、美利达，美利达216，其实美利达这种股票我也是跟你讲自行车概念股嘛，那我觉得它的股价基本上在这一波多头应该有机会也是见回不回啦，所以其实你有这样的股票你基本上是可以一直抱着，暂时不需要去跑，就是等大盘开始走空了它可能才会开始有比较大的回档，不然可能都是慢慢越震越高。再来瑞昱也是，万海、智新，那智新晨晨过去我们会员有操作过，那我在股海扬帆节目我也是特别推荐智新跟这个台骏这两档股票，那现昨天收167，网家、文茂、拓凯、星星、景德、长荣、再来原相昨天也是涨停，更正，原相没有，原刚昨天涨停 34.85， 讯息来，
净商买卖超的部分呢，我们看到联发科、台达电、大力光、国巨、晶材、哦、同心电、哦、你可以留意，其实同心电不管怎么挣、哦、你可以留意这个自营商是每天天天在吃货，天天在吃货。这家自营商我知道，因为它就是国泰大和，基本上同心电这张股票是他们长期持股，只要拉回基本上他们就是持续买进。那同心电又是国巨集团的，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臻鼎 KY、宜鼎、卫泰、新日新人保、奴鸿、雅德克、裕隆、新巨科、以盛 KY、 台湾高铁、穆德、台积电、和大。好，里面你可以看到台积电跟联发科基本上好像就是股价一直在怎么样缓步垫高、哦、股价一直在缓步垫高。好，那是三大法的买卖超的部分哦，陈晨在这边跟各位大概做个分析。那台股的操作策略我已经跟你讲过了，美股跌，今天我们台股也许还会再压低，压低你不要去杀低，压低你应该在这个时候看是换股操作，太弱则强，或者是逢低做买进的动作。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晨晨财经晨光约会就跟约到这哦，祝大家谢谢大家的上来收看。那同样的，我们七月的会员专案如果各位在操作上需要晨晨协助的，我们也欢迎打电话来咨询哦，02-5428999。你今天电话打来，今天办入会，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手上的标股就立刻带你进场。好，那就祝各位今天早上股票滋滋大赚，谢谢各位，拜拜。